關於平機會本身同埋行會做召集人嘅身份，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利益衝突呢？咁我第一點我想提及嘅咧，就係喺平機會嘅立場咧，喺政策或者法例嘅推動嗰方面，尤其是要爭取更大嘅保障嗰陣時咧，如果係有平機會嘅主席喺行會入邊起個角色，而喺呢方面將平機嘅信息同埋保障係向上提升嘅話咧，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嘅事。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咧，仲有一個角色嘅，佢其實係政府嘅一個顧問，喺平機法例、平機嘅推動同埋平機精神嘅發展嗰方面咧，平等機會委員會咧，同時間有一個功能。佢就係要推動同埋擴展平機嘅精神，咁所以喺呢個層面咧，佢個角色唔應該有啲咩混淆啊，或者係有衝突嘅情況。咁當然喺個別嘅層面啊，你係打官司好，或者係個別嘅活動啊，個別嘅政府服務入邊咧，如果係出現一啲爭拗，咁我自己就覺得現時嘅機制入邊咧就可以處理到嘅。咁呢啲包括咩嘢咧？就係譬如你要利益申報啦。甚至咧，你覺得嚴重啲咧，你就要避職嘅。咁所以有啲機制咧，係可以處理到呢啲問題。